这个小东西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是关键时候却能起大作用。夏天家里的卫生间下水特别容易反异味，可以把它直接放进去，它可以缓慢地溶解掉管道里面的污渍，防止堵塞，从而消除异味。家里的各种下水都能用，一次一根，很方便。